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那个，因为秋风最近有在推漫画，很多人就问我说：“秋风，1000元能买多少漫画？”我也不知道1000元能买多少漫画。现在漫画好像越来越贵了，早期可以买更多本，随着物价的膨胀，买的漫画越来越少。我也希望1000元能多买一点漫画。我们走。结果秋风只买了这些回来而已。漫画好贵哦，总共10本，10本就没了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好抠的，一本平均100块，这应该不用我算给大家听吧？其实它原价定价比100块多一点，因为打个折，所以大概平均在100块左右。当然有便宜一点点的漫画，可是就变薄了嘛。纸就是这么贵，书就是这么贵，1000块买10本，就这10本，好快就没了。以前的真的比较便宜耶，现在通货膨胀了。漫画好像是从45元、75元、80元、85元，一直涨到现在100元。时代的眼泪。今天的时空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1000块，你还有想要秋风买什么的话，欢迎留言在下面。我们下次再会了，拜拜。一直到影片最后，大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是虫师。10本，1到10集，重拾，好看哦。